维吉兰人生雕刻公园哈。那这个公园呢，它也是挪威的国家公园，同时呢也被列为世界十大主题公园之一的人生雕塑公园哈。那这个公园占地面积非常大哈，整个公园占地超过80多公顷，邀请我们各位贵宾去参观公园里面的雕塑雕像作品哈。那待会儿呢，你会在这个公园里面欣赏到212组雕像，650多个浮雕。所有的雕像分别以青铜雕像、花岗岩石雕和铁艺雕像不同的形式展现大家面前，而且这所有雕像都分布在一条长达850米的中轴作品线上。
一样。